攒怒气，这倒不会了。我就没打算赢，快了。把这几天搞得太疲惫了，我不想认真打了。三点睡，六点起，人都要熬傻了。我又没开酒，兄弟，你慌什么？我现在开，插一台中场，然后这先知救了下来喽。太给了，兄弟，套鸟。这都做得到，哎呦，他把鸟给自己了。卖人也不要这么明显好不好，这就不好卖了，好心救人就救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谢荒唐的奖杯，那先知鸟都不给我，搬前锋的不是老头就是约瑟夫，那用个极简石嘛。那我是什么来着，老头？
还好我用了一个医生，搬前锋我就用医生。他抓那个黑妹啊，是走地的。我感觉不对劲，我这。你翻呐、啊，我让你翻。哎呦，白给了。全线锤死！还挂了个死亡仪了。真的是活该被砍六刀，跑那么快。这老头也有点搅屎棍呢。选择他换传送，等我传送的话，那翻板加速走了。他要过来了，快亮！那就没事。老头，哎呀我日你哥，我不应该把这里面拉了，我这里面是死点。
应该直接往小门走的，被刺的就刺，我头铁一点，直接往那边跑。救下来跑不掉了。跑不掉了，有闪，要命救不了人，被刺了一下，一刀死。点没长好，哎，人被偷了。当面扎你，当面扎好，你记不记得？你发个快走，你能量吗？你发快走。医生这倒打老头的真的是，这老头现在都崩了，你看他一点要闪现的样子，闪。还差这么多哎！真的是活该，活该被削。我去控能量了，你能量又不控，你又想修机，又想屁吃。
看他红眼了没啊？没红。太难教了。这女巫啊，她怎么发了个快走啊？哎呀，这个刀好长啊！找事情去。哎，人呢？技能没交好像。白给啊！他这个切药刀真恐怖啊！我的妈耶，摇下来了。有刀，哎呀，这个拉球真菜呀！好像没抄到，你救啊！你别救迟点了。
真是感到害怕。你这不是，你这不是也白给吗？我白给就算了，屠夫也白给。那么一厘米球，啊，骗了他，可以了。保他！不过是二关，应该要好的。要好了吗？要好了。你开门去，我抽个枪。我发现最近小人书这个几率是真的有问题，第一个箱子必出小人书，不是小人书就是真。这你还贪，兄弟？红蝶抓个调香不好抓吧，骗个香水十秒钟 CD， 而且可以，真牛逼。
修完机子再去救。过挺久的，虽然香水失误了，空香水也能溜了。哎呀，这都能装，没了，尴尬。知道你有竞争，还好撞了，战术撞墙，要没撞就吃精神，人扯不下来了。不亏，你敢传吗？佣兵在外头，满血的佣兵，还有怀表，你敢传吗？佣兵发信号啊！你不发信号，我们两个怎么走啊？你要说走地窖也要说一声呢。你是真敢传。爱哭鬼。那这个就更好打了，他不带金身的话。爱无鬼带金身抓不到人，闪现也不太可能呢。技能没教我日。不敢撞，哎呦，这不仅不敢撞，而且还难救。哎，没办法，那你不撞也不行，撞也不行，只能撞了，没办法。晕一年。开心吗？
真带闪现啊！我靠，刷个黑妹闪现都不用。白给吗？你上头了，兄弟！你消消气可好？消气了，气消了。可以，我是小人叔。他还不带那个，瞎你狗眼！你还不带彩板，还带底牌，瞎你狗眼！不是。这老哥在干嘛呢？让我刷分，这么好心的吗？我再滑回来，自闭啊！太惨，自闭了。现在撞脸了，还真用杰克啊，可以，有勇气。一般人达不到你这个水平的。跟一下吧，反正他开始骚扰我了，我没怎么修。11年，开心吗，杰克？反正我开心了，我要生气了。
我又来了，当一个究极搅屎棍。哎呦哎呦，生气了，走了，送猴了。你看，把他金身给搅出来了，搅了半天，然后我就找黑妹去，我找妈去。哎，破他隐身啦，兄弟！完了。帮忙破个隐身呐、啊！周周是一点都不看形势。破他隐身呐、啊！你猴头菇留着过年呐、啊！我的天！可以，调香师说不定带了怀表，两个人一起捞。哎哎哎哎，飞了飞了飞了！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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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干他！哎，灵气。卡到位，卡到位！还有那块、那块、那块、那块也帮忙下了。哎呀，我日你哥，白给了！哎哎哎哎哎！顶门顶门顶门子！哟，慌了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看见我。抢机子，抢机子，看这谁啊！让让让让让！这空角要把前锋机子抢了，
这并不需要呀。刚看过你。哎，白给了。摇下来了，可以。没鸟啦，你需要帮助。当你妹妹白给的鸟，我应该提前看的。空姐好像重新洗了。墓地，小门和墓地，我就补小门了，墓地交给他们自己补好了。磁铁机子没修。空姐别吃刀啊。你怎么找我来了？人都没了。你打不着，你打不着，打不着。补机子去，差多少啊？然后好小子是要换十层把机子踢了呀。
的吸吸吸，吸了个痛快。又在那搅屎蚊子。OK， 后心凉，放心修。开个玩笑。哎，走了。空姐就不给鸟了，你说这树上坐会儿。鬼屋有一台，看谁呢？看空姐吧。兄弟，前方没看的不是你啊！可以。长脚了，可以今晚挖人挺爽的。装甲车，查一台空姐电机，前锋了解一下这前锋的机子。查一台，
还有球吗？撞到了。他不会等我传送了吧？三连电击，我日！应该他不敢传，他传了他白给了。敢传啊，别贴喽。门才刚开。没了。准备坐车过来救一下。还带个精神，本来节奏挺好的，怎么就翻车了？我蹲，我第一眼看成卡特夫了，他走了几步我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个约瑟夫。求你别到这里。这么早就挂了，还守佣兵，哦吼，闪现死了咯。
走，你比这副第一刀你都能吃。 他来求我了，我记得能量。 在你的附近晃哦，晃，有种你玩牌。香水呢？闪现死了，调香师救不了。 修是挺修哈，他这波操作，看玩个牌，然后一个隐身，装作无事发生，自己起来啊，右边捞人。 说好的站着不动来帮人的呢？有病还是？
怎么约瑟夫都打不过？打不着，这不怕砸了？这不要约瑟夫吗？哦，就来了，走了。这是追猎吗？怎么移动速度这么快啊？我迟迟不交闪，你就一直捏在手里呗，你就不交呗。到你头铁，啊啊啊！我没鸟，就差那么一秒，我以为我有鸟了。这波捞下来还是一样能吸到，哇，救人好慢哦。哦吼，炸了！这个红分你丢下来呀，你丢啊，这哎呀我子真叫心甘情愿让他吸呀，我的天，
十场还好，佣兵重新修了。兄弟，怀表，怀表修一下，修一下怀表。哦吼！还要捶我筋一下。摁一下，可以，优秀。溜溜球。哦吼，我跳第一架了，哦吼，哎呀我再见了您呢。让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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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上面先，这边骗他一会儿。插眼杰克。哎呀，当面看着空枪，跳啊！还不跳，还不跳！强势发信号，这把先知开心，修四腿。这不穿，人都给你装傻。哦吼！
救得了。就是可能要卖了。没事，那等我小手搓一搓，万一我搓了一个球，直接让那调香师起，哎呦，被通缉了，这全是真的。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告辞。看箱子了，又扯不下来了。最近箱子出货的东西是真的有问题，不是小人出就真，从来没给一次好东西。看箱子，万一那箱子给了个球，万一有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屏幕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白给了？屏幕也白给。可以啊，优秀啊！我看不见我的鸟屋了，第四个人都看不见。哎呀，这还让他双刀了。你这不有两只鸟？分辨率怎么回事？有毒啊！这游戏的问题啊，这不是分辨率的问题了。
等会儿全片的也是这样，只有等这局结束了。来，我看一下打爆他的头啊！我还交个鸟，原来打不着。踩我就溜，我往车那边跑。我只要上了车，他就炸。上不去。可以，能摇下来了，跟他屁股后面吸。可以，哎呀，这点的好不灵性啊，兄弟！快来投一手前锋。投不到了，不仅投不到，前锋还得死。空姐也走不掉，这个界面到底怎么回事？神仙出现脸，
全村唯一一个修的动机都被锤了。兄弟，用头修很累的。你往二楼走啊，妈耶！还一台呢？还一台呢？我自己哥一台整的，还打我娃娃。不敢开呀，开了万一被锤了怎么办？啊，那你开你开你开，我开不动。哎呀，机械师拿来丑了，看传不传送，传。别拉太多，人肯定能扯下来，别搞得多少白给。
真的是前人玩马，后人玩蛇，没板子了。哦吼，地胶！哎，保险起见，板子下了先。我感觉我娃娃有点危险。白给啊，机子都要没了。哎，怎么刚走几步就开始炸呀？看你时候不出，一看你就出。我先救。又在白给了，这个小丑又开始白给了。哦吼！一点娃娃贴个门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推进器嘞！
希望这个信号他不会以为我要好了。怎么这么多吞气啊？你都赢不了了，你何必挣扎呢？何必呢？我就站在这了。今天顶着两个人受伤，也把这机子给修了，难逃一干。我就不信你杀个机械师你还要用个闪击线，那是真的牛批。我们要开始秀了，秀操作了，来个无伤救人。哎，哇，吃巨，打我又没用，这小子赢不了，何必呢？垂死挣扎，你非要挂一个拿头修机子的机械师，有魔咒师你不挂？好像看见我了，来跳上来，来来来跳上来，快，对，再见。你修，你修，你修，给你修，给你修，你别挑。真是个优秀的人才呀！你这样我怎么给你了嘛？你用魔术棒被震死了，我还能给你套个鸟不成？
兄弟，你救不救啊？没人修机了。你又不玩星后，你又想要鸟，你说你这是不是在想屁吃？你要鸟你就发个星后嘛。还得让我自己看你。坐上椅子呢，来需要帮助，你需要一个锤子把你卖了。你看你把两个人直接回应了，专心破译。跳，哎，再见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可以完美接他的屁股，点接屁股。你不如卡半就，本来控你的血都慢，不好上车。闪了，要闪了，要闪了！哎，车呢？啊！蜥蜴也有点搞艺术啊。